金门上兵的失联事件，已经不见五天了。我们的国防部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哪里哈，下落不明哈，嘛找无，唔知人到底哪里。但想不到是由对岸通知我们说，哎，狼蝶温刀，我们救了他，真的是救了他吗？他真的自己游泳游到对岸吗？在这中途发生了什么事？特别是呢，这里头大家还说疑点重重啊，因为他穿着救生衣。但我们的国防部说，我们的军备检查没有少救生衣，什么都没少，那他那救生衣从哪里来的？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螺丝掉满地呢？任俊，今天的上面写说军方讲疑点重重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我们在座任何人都可以讲，你军方凭什么讲疑点重重？哎，人是你挂的呢？这整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非常非常荒谬啦。第一个啊，我先讲，你刚刚讲救生衣那件事情啊，老蒋，因为救生衣到底是不是自制装备这件事，国防部到今天为止都没讲清楚啊。一开始，我刚不是说他们盘点的救生衣没少吗？对啊，啊问题是对方一边讲，你是倒位来？啊，对方讲伊吹牛，伊是顶头穿一件救生衣，无伊敢戴拖卡，啊就凊彩给你挖出来。所以我觉得他第一个这个事情哦，就是荒谬到一个程度，你知道？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猜啊。今天你讲说在这个什么二胆上面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跑掉的时候，第一时间讲说他没有带机密啊，一个人只能兵案的呀，一起有什么机密？哎，我们就问他说他是个火防兵而已嘛，你是租房哎，那我知道什么机密？我就问你一件代志嘛，这边学长问你一下嘛，你这边有个图嘛，大胆二胆三胆，不过就是一个岛而已嘛。对这种小岛来讲，最大的机密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哪边有漏洞啦、啊？哪边我看不见嘛？你如果从那个地方水鬼摸上来，我哪不知道我死啊，整个被你歼灭掉。这是前线的前线呢。啊，这个阿兵哥，阿兵哥可以跑出去，没人看得到他跑出去。啊，那个看不到人也是跑进来、哦，他就是掌握了整个。因为我的阿兵哥如果可以跑掉，没人知道，那是不是也有人跑进来？当然也没人知道。所以怎么可以讲说他不知道？哎，再来哦，他在那个连上，他是上兵，你知道吗？一旦服役两三年了啦。他们现在讲说那个是个加强排，按照这样啦，加强排基本上算独立单位啦，不太可能一个少尉排长自己家排啦，这个是常理嘛，他最少应该要有个副连长之类的在那边帮忙看着啦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他在那个单位待这么久，我们就讲军方最大的保密是什么？人事嘛。哎，那已经聊了共谍弄下，跟你买个名册，我下面人做下面官，哎，那个拿可以拿去卖钱。他知道在这个守备单位里面所有人的集资姓名，这还不重要吗？你跟我讲说没有什麼，说不定就可以被收买，可以被买通、啊。不是，所以嘛，军方到今天为止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老实讲，我自己军人出来，我很不喜欢骂国防部。可是你今天他居然讲说，哦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，甚至还讲说今天算不算逃兵啊？唔知唔知，你下面让我们猜，唔是他在撑那个规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呢，他现在叫做什么不假离营啊，无请假自己走出去啊，啊，问题是走出去走个大陆去，你袂敢叫喊过的吗？再来，他怎么去大陆的？他去大陆，他游去的。哎、欸，拜托哎、欸。你知道现在就反正他们很多讯息一直出来嘛，讲说这个阿兵哥最不会的就是游泳啦、啊。我不知道陆军有没有游泳管道啦，那已经海军当中都用管道训练嘛，对吧？一共游你修水的时候，他妈二三十公尺，伊都开始喘。那我问你，从二等游到对岸要多远？不是啦，我就问一下啦。过了公里有吧？不是，差不多三公里啦。啊，问题就安尼啦。我如果今天要逃亡，你觉得我会选择一个我最不会的方式来逃？我是要逃亡，我不是要找死哎、欸。我如果不会游泳，我选择一个说我要游泳过去，你每个人就好了。那他有什么逃亡的动机呢？好，所以问题就来了。现在我老实讲哦，军方一直在丢这种讯息出来，一下说人家欠钱，一下说什么欠的钱不足以这样卖来这头啦。大家都会质疑啊。如果今天他对这个岛上面，哎、欸，我们不是都在讲说老共要围岛或干嘛？他知道这个岛上所有的情况，这些东西老实讲会不会被送来？而且过来啦，你军方也在提手机啊出去，因为现在本一个。你说他拿了钱包，还拿了手机，啊，唔着手机啊，啥我别乱卡，啊，手机啊免管制吗？那人家会怀疑讲说，你今天拿手机是不是方便别人定位找到你吗？所以我觉得这整起事件，国防部到今天为止还装傻，而且问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在那边在乎说哦，我们等等看，等六天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按照军方的规定，六天后才能发布通气啦。不是啦，六天内他如果自己回来哈，啊，这个可以减轻处分。六天他有办法回来，我就随便你。他现在已经在大陆了嘛。好，这到底是逃兵？还是投诚呢？我们来看陈玉珍在今天立法院质询的邱泰三。这个他是游泳过去，所谓海上的避难是船舶。你怎么会知道他是游泳过去？他说不定不慎落海啊！我都国防部部长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坐了什么船，国防部部长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游泳船舶，国防部部长都不敢说他是游泳过去哦。如果对方都已读不回嘛，那你们怎么办呢？陆方我们希望他们尽速完成他们自己的程序嘛。主委是说现在陆方在进行调查，希望尽速完成调查。你认为他不会吗？我没有认为，我只是想知道。对，那就好。我什么事比较重？我跟你坦白，比较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过度的推论呐、啊。
好，这一次我们的上兵人间蒸发了哈。竟然什么事都不做，就等等那个六天，看他会不会自己回来。回想过去林毅夫跑的时候，还是妈熊哦，第一时间知道之后，马上雷霆专案哦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哦，连篮球都要管制哦。其实林毅夫那件事情后来搞得哦，这个连上文康市很多篮球、排球的啦，平胸起弄个小红、龙伯伯，因为你那时候是用两颗篮球跑的嘛。据传呐、啊，据传呐、啊，但是也有一个说法说、啊、没有，但是后来确实有做一些管制，就你平常那个球类不能冲太饱的气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打的时候打给人家灌空灌空这样。你刚讲雷霆演习，其实在离外岛他们很怕人跑，为什么？就很简单，我老实讲，我第一时间可以理解军方那个想法，因为他们有些人担心什么，你知道？海军以前曾经发生过黄姓士兵的事件啊，埃及人失踪嘛，啊、失踪的时候，我讲什么一刀兵啊，兄弟，后来他的遗体被找到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传出来讲说，其实是因为不当管教嘛，所以造成他那个落海。那这个事情，你说一开始这样，现在都已经。大陆都已经跟你讲说，两个你还在等。你邱泰山跟李亚公我们当然希望他尽速完成程序。这个我老这样打嘴炮啦。我这边讲，你知道以前像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雷霆专案，他是怎么做？你知道，如果今天有人一跑掉，他发现人不见了，你知道？人不见了。雷霆专案的概念是这样，四个人为一组啦，比如说咱四个，你知道？好，马上四个为一组，跟去敲。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说，哎，蒋蒋很怕逃兵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逃兵以前这样前线这个叫做敌前逃亡，大家都跟他讲唯一死刑，你知道？所以呢，如果今天你因为雷霆专案找到，比如说抗联军召起啊，你变成四野狼来吹瓦利达，你哪四野哪吹掉？我跟你讲，最高兴的是什么？你们可以放反台假。所以以前的阿兵哥伊都慢慢在想，你知道？哦，我那是我要走，我对倒位去。啊，那真正发布雷霆演习时，我都可以吹。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去找人的一个方法。可是我们就讲说，你今天军方今天出这么多的事情，哎、欸，你每刚刚讲狼造起，我们现在都讲啊，后方买不到鸡蛋啊，台湾买不到鸡蛋啊，前方找不到子弹啊。你即摆物件安尼规个木不起，更不要讲在本岛。我们现在还听到什么请来去无去，你知哦？我认为这完完全全不能理解。我请无去，请无去啦，讲什么一支四五手枪啊？可以用吊包起，讲坑在内底，可以变模型枪啊！我先讲，是多少个军队啊？陆战队，陆战队啦，陆战队，陆战队请不起，被人家吊包要模型枪，你不是有那个军备检查吗？无啦，我先跟你讲啦，一般来讲手枪是这样啊，因为手枪不是一般人可以佩戴，你如果是阿兵哥，那些无法度啦，通常要连级以上，连长还是营长才才有啊。啊，一般来讲吼，除非你是有重要，啊，若无真济人是安怎，你知道边啊套一个皮套，啊，空的啦。集合一起都扛 A 啊，因为我在部队里面不需要真的配枪。好，那问题就来，每一把枪支其实都有管制，所以管制意思是以前将军方的拍摄，我请我大家看一下，这道具枪哈，这不是真的哈，道具枪，道具枪。啊，一般来讲，枪上面都有枪支编号，所以哪一个人他其实是哪一支枪，那丁讨论我下高呵呵。过去比较常出现在后勤单位，你知道，后勤单位有时候会有枪被调包，为什么？他们都是这样哦，用透明的枪柜。啊，人规个数，所以你从外口看起来，穿一支一支安尼白条条。啊，有诶检查是扁担，你知无？给你拍开，没有打开，他就这样一眼看过去，哦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支、五支、十支后，所以他的点数量，嘿，他点数量，但真假不论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以前最早期的时候是不透明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不透明的那个枪柜哦，啊，后来发现到不透明的，哎，怕亏假麻烦，你知道？啊，不能给做亚克力的透明的，所以你一眼看过去十支，十支多多后，有一些人懒惰就不点。那我们就讲为什么会用模型枪吊包啦？因为我没看到一支模型枪是生到什么样。比如说我手头这支模型枪，阿官你提看麦，你提看伊的重量，也很重哎、欸，真重对不？啊，你很远看，才有金属的不？有啊，对哦。啊，所以你远看的时候，其实有些模型枪做的很像。如果你不把它打开来，你看起来讲哇，真假？我穿过去，啊，你看这支。弹夹嘛有嘛，所以现在模型枪做到跟真枪真的是非常不一样。看起来真行啦，啊弹夹嘛，啊拍摄在怕 BB 弹呢，真的不是怕真正竞技耶。是要打开才知道是吧？不，就你乱起呀。啊，所以他们跟我说，一般来讲哦，像这个军械检查的时候，你说像后来还有包含着什么？这个什么？还有，这个是步枪啦。哦，步枪。啊，那不是讲够请枪机无去对吧？啊，那么枪机无。那么枪机无去啊？手机也不见哦，手枪。手枪啊！手枪不见。手枪不见了。枪机。枪机不见。好，我给各位看一下哦，因为家姐女生没有，女生观众没有当兵嘛，枪机在哪？其实女生才会把手枪讲成手机啊。一般来讲哦，其实我们在步枪哦，像一般因为是这样，我刚刚讲每一把枪都有枪支。编号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要领枪跟拿枪的时候，有一个军械室，谁拿负责啊？关你的编号是洞洞幺，所以洞洞幺这把枪就归你。所以领进去，领出来跟拿进去，基本上都是你一个人要负责。好，我们就讲这一次的不见的枪机哦。
你现在所有看到枪最重要的零件，那个灵魂在哪里？在枪机。枪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这里。这里面讲，这有说枪机，所以你丢的时呢，一支箭在哪呢？你有看有？也对，要不要杀鬼？好不好？枪击，他就是把子弹从这个地方往上送，送上去之后激发，所以最重要一把枪就是这个枪击。所以他现在是枪击不见。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但是枪还在。哎，这哪被枪夹干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为什么？我今麦做一个示范呢，哈，但这个赶快哦，模型枪哦。一般来，那你这样子示范，你要反过来啊，啊不是不是，我给你看，看你这边嘛，哦，没有，你看这边嘛，哈。所以一般来讲呢，其实我们在拿的时候啊，像一般枪支在做保养的时候，其实你这个是。免洗筷就可以，哎，我用滴都会塞啊，我用筷子就可以，因为它这边有卡榫嘛，所以一般男生当过兵的大家都知道哈，你这边有个卡榫，如果枪支要做分解的时候，你这边插进去，这边打那个洞落去，一支筷子就可以了，一支筷子就可以。所以你这个呢，这个插销有没有？这个插销一拔出来，有没有？这里是不是有个插销？有有。这个插销拔出来完了之后，这个就分开啊。啊，所以分开之后，我如果今天是一个有心的，因为一般枪支保养的时候，这个要拿出来，枪机规矩要提出来哦。这规矩要提出来，就要崩解。好，好你，就就你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去啊！你赔啊！破坏重要装备，还好是道具。好，这个呢，其实这个拿出来之后，这把枪就没有什么用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好，我现在做一件事情哦。我如果把这个东西拉柄拉回去，然后把这个枪呢一样这样子扣回去，然后这个卡榫扣，这个卡榫呢，我把它一样扣回到原来的位置去，然后这支关起来。你告诉我，这里面少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看不出來，你不知道啦。对，当然外表看不出来。以前部队最常有什么？你知道阿兵哥有时候被处罚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啊，枪机给他提，但你追高的，让你找不到啊。但他知道丢在哪啊。等到连上翻过来之后呢，哎、欸，摸偷偷摸摸，莫名其妙枪机就跑出来，是有这种东西。但是呢，一般来讲，在装备检查的时候，这个东西都是要检查的啊。我们只要问嘛，你还两把枪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两支枪，那枪机给我们提出来，你拢唔知？啊，你想哪敢知？一时也人无去了哈，一时也无肉吃，然后之前说没有肉吃，然后现在又说手枪被调包，现在枪机也不见了，枪机也无去啊，那一直在调机，一直在调螺丝。那今天呢，《经济学人》杂志怎么说呢？他用封面说台海危机持续的升高，他还说如果中国选择开战，他这次是用 cover story 哦，用封面故事哦，用非常大的篇幅在报道台海危机。他说如果中国选择开战，可能会以军演的方式做伪装，而且美方根据情报所提供的预警时间短的只有几小时。那我要问啊，咱若是这么惨哈，真正对岸打过来只有几小时的预警时间，恭喜在克林郎还庆祭还是炸弹端过来，预警咱都还没有集合好嘞。其实哦，我们一般来 BBB 集合还没有集合完毕，然后炸弹的端回来，不要做。虽然我对国军这一次的事件是很生气，但是我们要持平回来讲哦，就是说一般来讲要发动战争没有这么容易啊。它最有可能是需要大部队的调动，因为下面你要今天发动攻击嘛，你飞弹打完了，你人还是要来啊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从卫星上面拍的时候，如果拍到大部队调动，我们就会预判它可能会有动武或什么样的一个前兆。但是他是说可能用军演做掩护哦，欸，没错，因为军演，所以你可能会疏忽它。对，这一次俄乌战争发生，你就会发现嘛，俄罗斯也是搞军演啊，欸，俄罗斯先军演。马克宏东吹西讲，讲马克，我去跟伊瞧一下。邓凯讲，那是军演，那是真正要休整。伊讲，普丁甲讲哦，跟他打包票，我演习结束就撤军。所以问题就来，如果对岸也是用这一招呢？我们现在真的不会比较怕的是什么？你知道，因为你军演哦，军事演习最重要的是我有合理调动部队的借口啦。而且再来就是，我既然军演嘛，我就实弹就出来。所以很多人怕的是像你画面上面那样子，有没有？他直接用船舰啊什么的，大规模的包围，就是干嘛做到封锁？封锁。那一般来讲，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没有反封锁。对，我们会反封锁嘛。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那么的悲观，说什么啊，咱是不就去啊？为什么？以海军来讲啦，海军官最近大家都舰长在现场啊，舰长在这边，等一下让舰长补充，我再小小的稍微讲一下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买 MK48 鱼雷 Mod 6嘛，哈，那这个其实对于美军来讲，其实是重型鱼雷，因为我们以前用德制的鱼雷啦，啊，德国会较久啊，你知道？什么 SUTA 过来用啊，较久啊，啊，咱即摆买这一款新的，比较新的，哎，这是新的，而且它基本上它的实战，尤其它的测试的经验哦，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，其实我老讲大家不要太担心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，其实鱼雷打船更好用，你知道？有啥物？我们以前都看到说，哇，你用反舰飞弹雷啪呢，哇，这准的崩起。其实舰长这边其实船很怕被鱼雷打到。我给各位看几个连续动作的画面，你就会发现到。我们去导播拍一下这个画面来。你有没有看过一发一枚鱼雷，一枚鱼雷就可以把船给打烂掉了？
一般反舰飞弹没办法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你哪怕准的中，你从这个开始连续图哦，他如果打船的正下方，因为一定会较爆炸，你知道吗？爆炸以后那个船哦，其实上下面船壳受能，但是船的对顶头崩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压力的关系。啊，拉一上去之后，你看他那个分解图哦，他那个船被炸上去之后，有没有再往下沉？里面的压力一收缩，整个船只从中间报销。所以他的船通常被鱼雷 K 到，如果 K 到正中间，黑东西啊，你讲船就变两半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讲，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像鱼雷，还有另外一个，最近大家都在讲说，哇，美国卖我们很多东西，鱼叉飞弹。我们给各位看哦，其实就台湾来讲，台湾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，除了美国之外，陆海空三种鱼叉飞弹通通都有的。尤其你看像这个照片上面，我们是直接 F16 上面就带了这个所谓的鱼叉飞弹，而且这个当时都被清楚的拍下，有没有？龙海的 Hip 干的那诶卡哇，鱼叉 F16 挂载的，对 F16 挂载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其实我们在整体的部分，你刚刚特别提到说，为什么美方会担心讲说，如果中国用军演做违章，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啊，你用船只封锁我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就在海防的部分，海上防卫的部分，我们就先把武器全部买起来啊。